就是那个乡村民谣小天后泰勒斯。哦，那你可以介绍一下泰勒斯这个人吗？泰勒斯，她也是像陈绮贞那样的才女，就是从小时候，她在学校被人家欺负，就会开始写一些她心里面的话。然后长大之后交男朋友，交往又分手，写歌，交往分手写歌，就这样不断循环，然后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，就是写进心坎里的情歌。对，真的。大家还记得上半场有一首泰勒斯的歌吗？对，也是在骂他前男友的歌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有点不一样。对，比较不一样是 Hunting， 他写的是，就是他跟他的重要的人离开，就是分开之后呢，他一直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，然后请求他不要离开，对，拜托他留下来，就是一种蛮难过的歌。对对，然后下一首歌是那些事情我都不在乎，请准备。喂喂喂，你们要听一下吗？我们听第一次副歌。You didn't know I were a fragile light.
谢谢。